是国小创意美术课年级4月26日玩乐动画阿米老师。同学让老师看看各位折的像不像昆虫小触角呀。二年级首作。二年级轮流拍动画。学校的树好壮大，一年级继续轮流拍摄。其他同学创作中，完成后会是什么？三四年级拍摄动画及配音，所以忙到没拍照哟。